林佑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？塑胶盘便便便啊。是哦，那你是用了几个塑胶盘做成的啊？一个半。是哦，那你在做的时候有谁帮你吗？有啊，老师会在旁边帮我。是哦，那你做这个大约用了多少时间啊？大约用了一小时啊。是哦，那你耳朵是用什么做的啊？用棉线啊。那你的鼻子跟嘴巴呢？也是啊。是哦，那你在做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？要卷耳朵和嘴和鼻子的时候会比较难卷。那你那个你做的可以用来干嘛？可以装泡棉之类的啊，比方说这样放进去，这样就可以装很多东西了。哇，看来是不方便了。我看啊，应该连信都装得进去吧。